论》。唐代《蛮说》中记载，茶出银生，成芥夫山。银生古茶既是普洱茶的前身，有天赐珍品，地运佳名之美誉。清朝时设立了官府，普洱茶成为宫廷贡品，成为达官贵人的宠儿。普洱茶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人们的宠爱，它的价值和地位不言而喻。它在人们漫长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。
线呢，就是大部分就是停到这个。从沉睡中醒来的他，伴着优美的旋律，伴着美轮美奂，让看见他的人都为之叹服。这样的美，需要怎样的因缘际遇才能造就啊？万常的美是纯朴的、自然的，不加任何修饰的。他的美能让人感觉到自然的气息。